就跟你找女朋友一样，时间久了，对不对？幸福感就会降低，对不对？过了三年五年以后，你们就会怪别人好好兄弟，十年以后对对方已经没有任何邪念了，对不对？已经成为了纯正的男女友谊。晶晶姐呢，正好十年，纯哥们儿啊，之间的纯友谊是存在的。你结婚十年，你跟你老婆就是纯友谊。310、341、325、370女魔、396、392敏捷、21，这把武器兄弟们怎么说？五开用行不行？伤害高不高？敏捷高不高？这把武器怎么说？350不行，325不行，341，哎呀呀呀，双加54，100级的武器一般来讲呢，双加极限是48，这把武器的话双加54，双加爆了。